新年隆重会新年特别节目，我是小葵，我是凯莉。本次新年夸克财源滚滚灶神的新年特别造型是以灶王神作为形象，他是厨艺的守护者，烈火的统治者，也是为你的启明者。而且现在挑战者只要拿起手机登入传说对决，就是现在，我们直接送你一套夸克新年的全新造型。哇，超棒超佛心、啊、都不用抽哦，直接可以得到。想问小葵，平常呢在挑选角色造型的时候是以什么什么最重要哦？其实凯莉你刚刚说都不用抽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曾几何时，以前我也是觉得直购最重要，就可以直接拿到就好了。但是渐渐抽队友玩久了之后，我发现你现在不让我抽，我还不见得那么想要。我就是要先看到那个规则，看到技能那个动画，我觉得哇很华丽。什么居然要抽？好，我抽。就是要抽，已经开始变得比较不一样了。我相信很多挑战者应该跟我一样。对，所以其实你喜欢的是气派，就是那种站出来马上先威吓敌人一波的这种造型，华丽特效，然后语音最好也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那一种。哦，那你现在最喜欢的角色跟造型是什么？我现在突然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我花了大概20000多点券抽到特尔的新年造型。哇，好棒哦！次元还是新年旺季、那个让我印象很深刻，所以我必须喜欢，也非常喜欢。今天我们过年呢，也邀请到很多好朋友跟我们一起玩游戏。哇，会是谁呢？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龙华富贵队，欢迎陈华，你好，还有 ANK 的燕玲、ANK 的子睿跟班尼，还有小明，你们好。嗨，再来欢迎的是龙指挥影队的成员，欢迎子炫、如哥、ANK 俊孝、莱伦以及阿宝。Hello。齐聚一堂，先让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从龙华富贵队开始好不好？也别忘了龙年跟大家拜个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华，祝大家龙年。就这样，龙年大运。好，很棒。你好，来燕玲。新年快乐。哇，简洁有力。也别忘了要自我介绍一下哦。来，子睿。大家好，我是 ANK 子睿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好，快乐快乐，含蓄的快乐。我们今天来欢迎班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班尼，祝各位龙华文。哇，太有创意了，来了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吴，祝大家万事兴隆。哇，有准备哦，有准备，真的真的。再来这边，子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炫，祝大家偷文东东来。耶，如哥。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如哥，那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大运。漂亮！来，金笑。大家好，我是 Angry， 祝大家龙年大运。哦 ，OK， 这里有说过了，再行一次也可以。来，阿宝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宝，祝大家龙年赚大钱。漂亮，实际，这个可以。好的，我来祝大家大龙大。哇，很有创意，很有新意，很有对，好，那不一样。在我们游戏开始前，其实刚刚有抽了一个隐藏。亲爱的陈华，欢迎来到传说对决新年隆作会新春特别节目，下方是你的隐藏任务，需要在录影过程中完成任务才算挑战成功。我一定可以成功。太难了，这个应该蛮简单的。我觉得很难。我觉得这有点难。我是觉得应该没有到很难了、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过于简单。对我来说其实有点难，是因为我在荧幕面前偶包比较重。应该没有到很难，应该是可以轻松做到。哎呦，必须。但是我有察觉出来，大家脸色稍微有点不太一样，严肃一点点。对，难怪他们很凝重，就一进来就开始尔虞我诈。那这个尔虞我诈，我一定要询问一下班尼，你的战略是什么？你有把握完成你的隐藏任务吗？我觉得任务有点难的，因为毕竟，对我来说有。对我的任务来说，我觉得对方有点难。对方有点难，有点难。我的是人，你的是人哦，就是你要互动的。对，你要互动到的。我觉得你完成的关键有可能会是谁？年纪比较大的。年纪比较大的。怎么了？阿宝，对不起，我还是默默的想要询问你，好像是你吗？你可能不知道他的任务，但是你自己的你觉得难点在哪里？我觉得我任务没有难点。哦，这么拽！哇塞，哇，该不会你已经完成了吧？还没有，应该不可能这么快吧？太容易，都没有。好，那我想偷偷询问一下，好，最不想抽到的隐藏任务，空翻有什么其他的隐藏任务？是让我来。哦，有后空翻。哦，真倒立。对。
跳火圈，吃完一锅，对对对，大概是这一类的。所以你抽到应该是还算简单，就我原本觉得很难的。太难了吧？那您真幸运，恭喜你，对，恭喜你，简单一点，别的，对，好。那我们刚刚讲完了我们的隐藏任务，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偷偷的完成哦，不要太明目张胆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一队要派出一个最凶的、最派的出来跟我们对面呛家。是的，刚才呢是我们今天最对的，对，对对不敢了。你两位推派吗？新人要表弟，站在阿宝旁，瞪着他们，真的凶的啊！来了，凶的，凶的，几位来？台词给你了，谁先？谁先？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。先让年纪大先。不要动手，你先，不可以动手。来，你是反击路线的，是不是？来，那紫薇先，你先唱一句。我拿了你两个冠军。哇！很厉害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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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点痛。算手心哦。有点痛。算手心哦。那个冠军是让给你的，第一想说你没有拿过，啊我已经两座了，没有关系。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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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好。来，先回来祝他，没错，先回去。今年不太对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年呢是龙年，那我们游戏上呢也有特别做设计，大家要仔细听喽。今天的每轮游戏获胜的队伍可以获得一颗龙珠，那龙珠可以干嘛呢？哎，很重要，这个龙珠在最后节目的最后最后有关键性的作用，现在还不能说，还不能说，对，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争取龙珠的机会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一关的游戏我们要玩的叫做传说对决冷知识挖龙塞，那就是呢两队我们进行抢答，我们队友之间可以互相的讨论，那如果你答错了呢，我们就把答题权交给对面的队伍拿来作答，那我们第一次就答对可以得3分，那第二次换别人答可以得2分，那你们又没有答对，再换回来你们答就是得1分，那我们累积最多分的就是本局的胜利者哦。对，那很重要的是在听到题目完之后呢，我们要说大一请抢答，再举手，然后我们 Q 了之后再抢答，不然你不小心把正确答案念出来就是送给对面了。嗯，大家都清楚了吗？然后举手 OK 了，脑袋还清楚哈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因为要举手抢答嘛，那我们就来看那个陈华，你举手我们就是以你为主，不然大家都举手不知道谁先，好不好？负责举手的人，对，负责举手人，举手人。然后紫炫 OK 举手人可以吗？那麻烦你。好，他们已经有分好工了。然后至于谁先举手，那个大家帮我们见证一下，不要当坏人，新的一年不要当坏人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第一题，请问战场中小野怪的重生时间 ：A 70秒 ，B 75秒 ，C 80秒 ，D 90秒。请抢答。哦，这边陈华很快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准备作答中。作答中，来，请亮板。噔噔噔噔噔，选择的是 A 70秒，正确答案。哇！太强了，太强了，野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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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分。那我们接着来第二题喽。以下哪一位英雄的角色身高是最高的呢 ？A. 刀锋宝贝 ，B. 克里希 ，C. 令月 ，D. 特安纳斯。3、2、1，请抢答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3、2、1，请抢答。好，好，紫萱。第一啦，第一特尔安娜斯，确定吗？确定。正确答案，特尔安娜斯172公分，冷知识跟大家科普一下。然后令月呢，166公分，刀锋宝贝155公分，克里希159公分，都比我高。这个冷知识非常冷，还没说好吧？接下来呢，这一题是。好，准备好了。第三题，这一题是手写题哦。那大家那个笔要准备好，大概只要打开喽。好，好，第三题呢是以下系列造型的次元突破出的先后顺序，有我们的特安娜斯、锦、罗尔、纳克罗斯跟艾黎，请写。写一下顺序哦，顺序哦，真的抽，大家都是抽好抽满，玩得很开心，但是顺序要排出来就有点哦，有想法了吗？来，请抢答。来来，我们揭晓一下你们的答案是：锦、特尔、安娜斯、纳克、
罗尔·艾琳。哦，对不对呢？正确答案。好厉害！哇，厉害！太猛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这个答题的思路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？因为我们有克星大哥，我们大克星大哥，大哥照顺序克了，我们在照顺序克。哦，哇，还讲成语耶！看这是没考课的玩家，非常厉害。来，接下来下一题，下一题是，请问《传说对决》截止至今呢，一共有几只英雄？那已经移除的就不算了。那我们 A 的选项是115只 ，B 116 ，C 117 ，D 118。谁抢答？这个选哦，有对。117只正确答案，恭喜！你们是两队，怎么算的？我前几天刚好在算，我在做作业，我就一直看，我连造型都有看。哇，好厉害！真的用心用心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题要请接着来喽。下题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请问哪一个英雄角色呢？在官方的归类职业不是法师 ？A. 安奈特 ，B. 马加 ，C. 伊夏 ，D. 闪电侠。请讲啦。好，龙华富贵队，请抢答。样板 D. 闪电侠，正确答案。耶！哇，一看就是盛典梅小姐的，分类都知道在哪里。闪电侠是刺客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在刺客。好，接下来下一题来咯。请问晨星、王者之剑、神圣法典三件装备中的合成价格有高到低，我们来排序哦。请手写。写好的话，请抢答。随时亮板。现在听到他们开始在讨论什么1980、2980。这个经常换装啊，买到最后可能会。马上做有点混淆，对对对，但这三件都不便宜。大错，有想法啊，随时举手。来，龙华富贵队，你聪明。来，你们已经有答案了吗？他们的神圣法典、晨星跟王者，正确答案。哇，太强了！再拿下三分，漂亮漂亮！神圣法典是最客气的。记得单价吗？法典跟法典是2990。对，晨星是2980，王者是2950。漂亮啊，好厉害哦！你是不是很常去买菜？好厉害哦！我杀价王，杀价王，杀价杀价，身为一个射手，连法师装你都记住了。对啊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好，那你们是 OK 吗？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，准备好了。我们等一下一样也是要抢答了哈。来，我们下一题是，请问《传说对决》共有几位可以隐身的英雄？好 ，A 4位 ，B 5位 ，C 6位 ，D 7位。请抢答。有答案就可以举手哦。哦，龙华富贵队。好。有点怀疑，但是手举起来了。好，要举吗？要举吗？不举。好，随便掰一个。你要回答吗？随便掰一个。随便写 C。随便掰一个。要加两根呐。他们选择6位，6位，正确答案。哇！你给我随便写 C。我看一下，男生六只英雄的分别采恩，我因卡瑞跟我说出名。是的，没错。接下来的题目是，请问。提米身上的盔甲是由谁亲手打造的呢 ？A. 摩恩 ，B. 麦克斯 ，C. 西路卡 ，D. 斯科德。请抢答。没有是打开。哎，是哪一边比较快？有吗？有吗？好。麦克斯。麦克斯。答案。他们的故事真的很可爱。对，在英雄的故事里面可以看到。好，接下来题目是，来这个对克里斯了解吗？这个应该要准备手了，准备要手要谁举哦？对克里斯的了解哈，来这个题目是克里斯的爱慕对象 ，A. 莫拉 ，B. 勇 ，C. 兰铎 ，D. 夜叉，请抢答。哦，谁呢？好 ，C. 兰铎。哦，正确答案。大家有关系，不愧是那角，不愧是那角。好，那观众也可以一起作答哦。这些都是我们的传说知识题。那我们接下来第十题出现啦，是我们问说，英雄艾瑞说过，女人为什么要独立呢 ？A. 因为从小是孤儿 ，B. 为了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不 ，C.
第一是曾在感情中受过伤，第一是老师教他的。请讲啦，有在玩艾瑞克？对，好帅 ！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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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， 来，那直接帮我们说出他的说法，模仿一下，在游戏中他会怎么说？你们为什么要赌注？为了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不。有，很好，对，印象理直气壮的说 say no， say no， 对对对，很有杀气的一句语音，真好听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下一题来咯，请问斯科德都用哪一只手攻击呢 ？A 右手 ，B 左手 ，C 双手 ，D 一起攻击。请抢答。这有点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再一次，哪边？这边。好，子炫 ，B 左手。对。我们有机会了，默默把 B 改成 A 了，我猜到了，我猜到了，这个抓到了，被抓到了，对，好，选给出答案，右手，右手，正确答案，哇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我刚刚眼睛余光发现紫薇的 B 默默的越长越大，是右手没错，哦，他挑的时候最后是自然停下来，对。接下来下一题呢，请问我们启迪的监护人是谁 ？A. 特尔安纳兹 ，B. 美娜 ，C. 夸克 ，D. 龙马。抢答！哎呦哦，快喽快喽！美娜，正确答案。哇，幸亏美娜太小啊，哎呦，对，他也会一直喊大姐头。哦，你说皮皮吗？很熟哎，婷婷在游戏里面真的会一直说大姐头大姐头，应该就是美娜恭喜哟，获得获得三分。那接下来下一题是，以下呢四个英雄谁的造型数量最少 ？A 景最小最小的 ，A 景 B 纳克罗斯 ，D 纳塔亚 ，D 罗尔。请抢答。现在大家都非常厉害，没有要让了，好像一样。再一次，那我们剪刀石头布吗？来来，剪刀石头，赢的人对不对？对对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好，公布答案，选择是 B， 纳塔亚。是吗？好。没有进行外观重置 ，A. 维拉 ，B. 莫托斯 ，C. 阿莱斯特 ，D. 拉兹。请抢答。哦，来，请抢答。没有进行过的哦。回答 ，B. 拉兹。哦，正确答案。太漂亮了，非常快速哦。阿莱先抽，阿莱先抽。我们紧接下一题来喽，请问克莱斯开启大招人鱼真身以后呢，共有几只腿 ？A 四条 ，B 六条 ，C 八条 ，D 十条。他有几只腿呢？这太过分了，这一题。请抢答。哦，来，哪边真的？哪边真的？好，几只？哎，请亮板，来亮板，亮板。八条腿并不是正确答案，五条腿呢？宝哥 ，B， 六条正确答案。六条，错嘛？两只手，六条腿，两对手，没错，两只手，六条腿，聪明，聪明。哦，这题有点陷阱，是陷阱，但也是够冷了，冷知识。好，接下来，来回忆一下，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玩的英雄哦。请问下列哪个英雄是没有翅膀的？A. 赞尼尔 B. 皮皮 C. 兰朵 D. 马洛，请抢答。没有翅膀，哪一个比较快呢？好，龙子问你对了吗？好啊，
3、2、1，亮板。A， 叮叮，错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队的答案，答案是 C。蓝朵，是吗？正确答案。恭喜。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好，来下一题呢，请问。阿莱斯特的大招啊，他目标是谁的时候可以触发额外的效果？有人在练脚哦。好 ，A 阿兹塔 ，B 图伦 ，C 萨加 ，D 达尔西，请抢答，是谁呢？好，正确答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是师徒关系吧。嗯，对，他们是师徒关系。嗯。他说我没有，应该他可以，因为他是自己的神兽。我来帮你补充一下，然后维伦图伦的这个忤逆呢，让阿莱斯特无法忍受，所以阿莱斯特大招目标是图伦的时候，可以获得80%跟50%的免伤。哇，我觉得这些故事真的太有趣了，原来他们是师徒关系。对的。好，下一题准备好了吗？请问战场中的小野怪夜光蜥蜴吐出来的口水是什么颜色呢？好冷门。A, 紫色。B 绿色。C 红色。D 黄色。请抢答。龙华富贵队，好，蜥蜴的口水，哇，紫色，正确答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记得？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一直都被打到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好，哇，开始偷吃，知道都知道口水是什么色了，厉害，漂亮，真的厉害。好，那大家准备好最后一题来了。好，我们大家现在严肃面对，因为等一下龙珠就要送出去了。好，请问大鲤鱼是在？岁的时候跟墨托斯相遇呢 ？A 11岁 ，B 13岁 ，C 15岁 ，D 18岁。请讲啊！相信我，这是我的。他们好哎，好，龙华护卫队，相信他。来哦，帮翻译错吗？好，13岁相遇了。李瑞，你是几岁当选手的？16。错，对，错。好，来，我们李瑞队。好，相信自己。好 ，A 11，正确啦！哇，运气好，运气很好。这个小说应该蛮小的，这种菜很棒很棒。我看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太厉害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统整一下刚刚累积的成绩，到底总共达了个几分呢？来看一下啊。好，龙华富贵队29分。哇。蛮接近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请龙珠上场来了，可以听到龙珠的声音。对，然后他们可以获得一颗，我们要直接拿给他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我们恭喜龙华富贵队获得龙今天的授证，获得第一颗龙珠。那龙珠是我们用乒乓球的障眼法把它包起来，它在最后才会变异，会发光。没错。好，那在我们完成了第一个游戏之前之后呢，我想问大家，有没有人已经完成？你们已经完成了吗？还是刚刚已经忘记自己有这一回事了？还记得自己有以前的任务吗？有，但是现在都可以动，随时隐藏任务，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。有些人的是比较后面，有些人的是可以随时。好，好，那你们有怀疑谁已经正在做了吗？我们都没做到，都没做到，你也不知道彼此的路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互相的猜忌下去。提醒大家，我们越快做完越有优势哦，因为我们打游戏，我们要那个多多心一起用，手眼并用，我们都可以边作答，然后边奸诈的完成任务。而且最快完成的最后奖励会有要偷偷的暗示你们，我们只能说到这了。对，那还没完成的把握机会。现在问一下今天的参赛者们，在玩传说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？曾经打完才会觉得自己有点饱。打游戏都特别喜欢赢，特别喜欢赢，习惯赢。哇，好习惯哦！一名成员用鼻子移动方向键游玩30秒。你点到了上位，来来来，点那个鼻子，那你不要这样。发被输赢换助力的。哇，这个瞬移！哎，我这个闪现闪的好吗？100分，好，回满分。哇，好开心你留到最后，期待下次与你再见，拜拜。